2018年，全面毁灭年。棒棒棒棒，一直叠棒棒棒。熊熊出没，喵喵喵，臭屁。美丽的不会走，他把的走，别给我游戏。欢迎收看靠北国企，大家好，我是英哥。今天2月18号大盘起80点，哦，这盘个创新高啊啦吼，足好做的，真正足好做的。哦，你若照咱讲的啥物啊，葛兰碧八大法则吼，跟着 SOP 走，你就发大财啊，对不吼？哦，对，无难呐、啊。咱之前只甲你讲迄个黄金交叉有无吼？月季线黄金交叉，迄就是超级买点啊吼。咱买伫遮就好啊，咱唔免买伫下卡啊，对不？哦，你唔免买伫个最低点啊。哦，我来讲吼，咱买了稳就好啊。咱买股票买有稳较重要吼，咱要买伫上低点吼，因为咱之前伫遮有无吼？咱伫遮咧讲，咱毋只冒险吗？吼、哦，就讲抬落来了，咱毋是只买吗？买了佫该抬一支800点落，你变哪？啊，你就死啊，你就赔啊嘛吼。所以无要紧吼，咱买了安全，买了稳就好啊吼。所以咱买伫个遮嘛对啊。吼、哦，你即马回头来看吼，是不是买对了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已经涨上去了啊。吼、哦，无难啊，所以你即摆顺势而为，你知无？即、這个盘一定稳啊 ，W 底一定出来啊，对无吼？啊，下骹无买对吧？今仔半路买嘛是会使啊，对无吼？啊，即摆哦 ，W 底出来，你只买嘛是会使，因为伊要表态啊，你知无？啊，过两工啊，你明仔载后日吼，啊要台子期结算 ，W 底出来就是要甲你搞死啊！过两工要结算，你即单拢叫我加，佮加加两工啊，加加两工，还加只300-400点的啊！看你敢挡会掉对无？吼、哦、，W 底出来啊，好买啊，吼、哦，所以明仔载买嘛是阁会使，哦，因为你看咱个啥物啊，道琼啊，阁创新高啊啦吼，哦，有啥个咧创新高变两万浪啊吼，迄个咱之前毋是算互你看吗？咱之前有带入公式嘛，算出甲你讲会起到偌济30678啊，哦，啊即马2万6呢，阁5000点的4000点5000点的，还袂到的呢，阁会起呢，所以咧紧买啊！对吧？吼、哦，够机会，啊，有啥会起？你知无？伊即摆讲，迄个贸易战吼，讲搁要延后啦，搁要往后延啦，吼，可能搁要延个2个月啊，啥呐？吼，这就加啥物共款？这就加咱之前咧讲的华航事件、迄罢工事件共款呐，对无？迄暂时的，我就讲吼，拜托，迄技师看你有在条，甲迄高官赶好走无？吼，你要罢工凊彩，你就是甲高官赶落台就对啦，吼。啊，不管你怎么样罢工，反正最后还是怎样要弹劾啊，你知无？后边嘛是爱弹劾啊，哦，嘛是爱和你嘛是爱回到工作岗位，你无可能一直罢工啊，对无？吼、哦，啊，赶快啊，贸易战赶快意思啊，啊，伊要整整到位嘛是安那？你嘛是爱和啊，啊，无你物件是要安卖，对无？哦，物件嘛是爱卖啊，钱进的啥物啊？货出得去，钱才进得来，才能发大财啊，对无？哦。对不、哦？所以你要往好的方面想吼，咱难得乐观吼，伫股市较赚会着钱，对不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你即摆看，哦，佫差，要到30000，佫差5000几点嘛吼，后壁佫有一段佫要起的吼、哦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安尼今仔知影哪做啊吧吼、哦，咱倒来看咱的迄、那个咱的大盘指数啦吼、哦，因为今仔上午迄个正式突破迄个啥物啊半年线，前几工有迄个反压啦吼、哦，又第一道拄着吼，这反压上重吼，啊今仔啊呐突破啊，对无？啊而且 W 底嘛完成啦吼、哦，所以咱会使来算，咱会使来算讲伊起较对啊啦吼，吼、哦、啊这算出来啥呐？咱即摆甲带入公式听好哦，带入公式吼。哦2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 B 平方减 4AC 算出来，你知道多少吗？喔、哦、这算出来喔、哦、带入公式算出来是10973啦、啊、喔、哦、10973啊现在是10145，你看个差几点？差800点喔、哦、还有800点可以起的喔、哦、所以你现在买喔、哦、大台还是要买什么选择权，什么买扣都可以，后壁阁有肉啊，迄肉阁都济个啊！这 W 底咱毋是甲你讲啊吗？迄毋是啥物教科书嘛有甲你教诶、欸，咱给我你看，迄是黄金比例测量，有无吼？即个物件，教科书毋是甲你教吗？这一波要等于这一波告知啊！伊是写10873啦吼，按个教外公式来算，是10973，哦，搁100点，加100点啊哦，
你看得来无啦吼？所以即摆买就对啊。吼、哦，够有机会照着 SOP 走吼，无、哦、难啊，你就买啊，目睭开开买了就对啊。啊，你有人讲啊，起伤济，起伤悬，啊对啦，你会感觉小可悬嘛紧。你就等伊个稍微压回啊，伊任何即摆后壁吼，任何压回吼，拢是一个都好个买点嘛吼，任何压回都是买点，因为伊就是安那。沿着这个轨道走啊，所以压回买也可以啊。啊，你创高你就尽量卖肉啊吼，啊压回买是最好的啦吼。所以即摆若个下杀，拢卖惊，拢甲买，拢甲买吼，你后壁拢会趁钱。吼、哦，这盘就是安尼啦吼，啊免想解释啊啦吼，啊佫要讲吗？应该免讲股票啊，把你逐支股票拢咧起啊，对无？即摆就甲你讲吼，开始安那终极反弹，准备要安那大。你都要喷出创新高，你看到涨停、涨停、搁涨停，有无？应该无股票用套啊吧？该套拢这卖啊拢化解了啊，因为你看今仔半年线过啊，去啊，吼、哦、，W 底出来，这底定出来，我讲这个稳啊，这个盘即马这个盘势安尼就稳啊，就准备要冲啊，吼、哦，所以会当乐观啊。而且你看这融资，这融资这么少，融资这么少，即马筹码拢伫大户的手手。手头你知无吼？所以就是要起啊！啊，你搁去看迄落啥物啊？外资的迄落外资吼，伊个啥物啊？期货啊，啊，人多单，你看人多单偌济？57,000口呢，比价要比价较悬啊呢？吼、哦，你看人家50,000几口，迄指数跌11,000的，即摆要赶快买50,000几口，指数打10,000几点尔，啊，未到11,000的呢，说后壁空间搁足大啊吼！咱拄仔甲伊讲啊，10973吼，等咧吼，慢慢啊等吼，差不多搁一两个月就来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即马就是一个好买的机会吼，应该免想讲啊吼，迄、个股我嘛免讲啊，有啥物好讲的咧？啊，都发大财有啥物好讲的咧？吼、哦，免我解盘吧，大家咧做顺的时阵，哦，大量做牛的，吼、哦，当我咧上的时阵，你会来讲啊，要安那对袂吼？因为你要得到别人认同，我想你今仔毋免啥物人甲你认同啊啦，对无？因为你的股票拢起啊，吼、哦，好啦吼、哦，来恭喜发大财吼、哦！啊，咱今仔就靠袂个只，感谢大家收看。